这个游戏叫做这里什么也没有。Enter，注意游戏中包含闪光还有大声。这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肥宅坐在影片中。这个肥宅就是你。怎么 game 呢、啊？啊，这真的什么也没有，这画面好有趣哦，也不用开东西，也不用跑，也不用跳，然后照着那个箭头走。哎，门啊妈的，什么也没有，这边呢？没有，靠北，我分给哪？你成功了。主选单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用脑子，用点脑子。我觉得这个画面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变了、啊？旁边那个标示是不是歪了，还是字写的不一样啊？你等看看，画面是变暗了、啊。哦哦，哎、欸，有变化啦，东西变乱了。没有，这个游戏是要那种故意重复性的啦，东西都倒光了。有啦，有变啦。呜、哦，是那个熊孩子在那边乒乒乓乓。哎，厕所开了是不是？开始毛了哦，这是那种诡异的重复游玩游戏啦。我们好像就是主角坐在那个。TV 前面，然后一直放录影带嘛，他每次放都会出现不一样的内容，这样子。就像我以前看《七龙珠》租录影带的时候，每次放都不一样的内容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品质很差啊。我每次放它的画质都越来越差，然后再加上我都会看到录影带的最后面，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录一些卡通以外的东西，《七龙珠》以外的。很好笑，录到一些烂节目这样。他们成功了，好。哎呦，不建议戴耳机。这边有东西在这里。哎 ，Enter。哦，哦，哦。这里一定是有个帅哥在这里啊，一定就是我。你傻小。好恶哦，会不会突然开门把我抓进去啊？这量那么大，欸，我可以上去了，算了，不要，等下 bug 了，直接把门关起来了。屁！开门！哦，这只是一个人偶，好，往下。哦，这只是一个人偶啊。这个人偶怎么不见了？在浴缸，哦，没什么啦，这边。为什么浴缸又响了一次啊？你成就了我们，离开，不要回来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在这里？我只有一个选择，哎，离开。好，我不是按离开了吗？
我不是按离开了，我要死在这里了！救命啊！哦。多 key 啊！哎呦，哎，这场景要换呢，不是闹着玩的，这是会出人命的。开门。这游戏好有趣哦，上面不能走了。那个什么红东西在那边啊？怎么一直想咳嗽啊？这只是个人偶，什么东西锁了？屁嘞！往上走。哎，这边是故意要让你回头啦。他就要往上走，但是下面没有东西在追啊！一个奇怪的像什么符号的东西变的而已。哎，666好。哎，进去看看，逛逛街这样。哦西，哦西，黑影啊！哦，越往前走，他越往后退。哎，算了，是刚刚出现的那个小黑人啊！哎，好黑哦。只准员工进入。好，啊，敢不会吧？这不就是我们的开头画面吗？我们在看电视，但是在电视中看到了自己的房间的位置，就暗示着我们现在是进来了。干，我死定了！四次元游戏，这下呵呵了。我觉得这游戏的气氛真的做得不错。我干，没了。我觉得这游戏的气氛做得不错哎，但是你们知道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吗？就是它怪物不是很吓人，它的怪物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黑影，然后有两颗眼睛这样子，好吧？如果它这整个游戏把怪物的形象换掉，吓死啦！我们一开始会以为，哎，这不就是看录影带吗？然后走来走去就没有了。但是游戏会随着你每次重玩，然后不停的一直变化，变化到最后你会发觉，啊，原来我们在电视里面哦，然后你就死了。独立神作10分，啊，线有点短，鬼不够猛啦，换个阿金的脸飞过去你就吓死了，吓到心脏病这样，被丑男吓死。好，我先把这个关掉了。确定要独立放哦，不要后悔哦。